吹蜡烛，首先来切蛋糕。你也不问问我许的什么愿、啊、这不能问的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那都是骗小孩的，愿望这种东西一定要说出来跟爱人分享才有意义。想不想知道？我刚才许的呢，就是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能跟你一起过。那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不会忘记。你不准再忘了。嗯，这样吧，奖励你给我吃一口。真有吗？过来偷蛇啊！啊啊！妈，这要哪里去啊？哎！这是什么业务？我有点不熟练。你别浪费。好啊啊！别浪费。哎呀！啊！好疼啊！你自己吃。